不到了。那你的酱呢？那我们两个又不对。好，可以可以。你要说。里面还有一片呢，刚刚有一片掉。一博丁，你要吃什么菜？还吃什么肉？豆干要不要？海带。鱼还是要鱼？热腾腾的肉，你要吃一块吗？我要吃一坨。高丽菜还是很脆哈。啊，也不要放蜜，啊，怎样你也知道。对，你要长高一点。不用啊，煮了它就分开了，其他。切怎么断？煮了就分开了。哦。你手有这么长啊、哦？你像郭敬明。一二三四，两七八，七二三四，呀，不错了。对呀，吃绿色有用啊。绿色，吃茭白薯。你们吃茭白薯。可以。啊。二三四的，哦。茭白怎么好看啊？哎，好像还看脸红哎，还是我用大一点好。可以了吧？你们刚刚有加水了。没有，我刚刚有把它关小。加水了。可以了啦！哎呦，还有一点红啊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你们在早餐组那边吃啊。好了好了，等下太老了。可以了。等下太老了。沙茶酱啊。喝什么？我要喝汤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赶快咬啊！我要喝汤的，可是我碗里面有饭。那你要吃完饭啊？不想吃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